和一只小狐狸睡觉需要准备哪几步？买了榻榻米，准备去肉蛋的房间打地铺了。地上先消毒一下，也得给肉蛋消一下毒。铺床，钻在被子里开始看苍兰诀。这个时候你就会获得一只在看苍兰诀的小狐狸。你也在看苍兰诀吗？嗯。关灯了，还得跟他玩一会儿九九捉迷藏。然后你就会得到一只超乖的陪睡妲己啦。你今天怎么这么乖啊，跟妈妈睡觉。其实我就是想你多陪我会儿。